间三房楼，然后落嚟就有个鞋柜位，其实几靓仔嘅成个设计。有转入嚟，仲有一个长形嘅厅，入嚟好多。嗰、那个就系一个走个通道啦。呢个位就当送嘅，有一个大嘅玻璃，一个露台位啦，望出去就启德。整个客房厅就相当靓仔啦，就系用起上嚟就好舒服啦，露台啦。三房几靓嘅呢个标型。呢度就系厨房，厨房就一字型啦，略为细少少，有个工作露台。厨房就略为细嘅，咁佢一字型用起上嚟就麻烦啲，所以一定系用啲薄通嘅层架去做呢边。这个就是书房，有个茶室，好正。然后之后浴室有窗嘅，另一间睡房。呢边就主人房嘅主人浴室，之后个设计靓好多。呢边就主人房啦，三边窗好靓。整间有装修同埋冇装修就差好劲。